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浙江卫视大型音乐互动圆梦节目华为手机梦想的声音。本节目由华为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华为 Nova 一直美拍十级美颜，我的手机我漂亮，天天亲纸和黑黑乳。本栏目由亲纸饮品黑黑乳特约。让我们有请下一个声音登场。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个唱法你会不会知错？好有特点，珍惜辨识度好高啊。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山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樱花盛带着你逃跑，想见的也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为了最初的美好。 One day One day One day，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也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小时候的梦我。女生啊，女生美好。女生嘛，男生女生，对啊，你是女生吗？女生，是是女生，女生肯定是女生。太帅了，帅，好酷。我叫董俊，是一个东北人。身份板上说您是学生。哦，对，我是一名那个石油大学的法学的学生。哇，法律学法律的，帅啊，太帅了，酷毙了！你好帅啊！你这脏辫在你们学校里面合适吗？是一景吧？不让进的，老师。是吧？我本身从小就是学音乐的，但是一开始学的是美声，然后我后来就接触到了雷鬼，觉得能让自己特别开心，每天早上起来都像度假一样。雷鬼我自己也很喜欢，我的歌《牙买加的槟榔》也是属于比较雷鬼的。你走那个桥越走越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越来越稳，而且越来越享受在里面，所以他现在也在摇了，我跟着你一起摇。所以我觉得呢，你今天呢最适合挑战的就是老肖。我心脏怎么突然又快了起来？其实我是后来听到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声线。你要摇一下，你比要摇一下。啊，好难，我头可以先给我一个晕车药吗？就是刚才啊，我黑皮大家都是摇身体，你还有摇脖子。而且我一摇啊，我就会忘记我要讲什么耶。那你觉得他挑谁来挑战比较合适呢？当然是阿妹老师啊。哦，一起摇滚魂跟雷鬼魂撞击，看会撞击出什么东西。好，
董俊，你今天第一轮要挑战的导师是李泉老师。承让，今天咱们这么有缘分，穿了三个人的情侣装，哎呀，牛仔风啊。好，这是我上一场打完之后的后果，你知道有多惨烈吗？两位请坐。董俊选择了二位，那我们来看一看华为金曲榜为羽泉准备的候选歌单，请看，年代跨度还挺远的。现在公布第三集导师挑歌规则，没有出战的导师为出战导师挑。我指定一位老师，但是老师来指定四首歌里的任何一首歌。天哪！你想帮他们还是想害他们？是你想帮我们还是想害我们？你们人家对吗？这样吧，我们五位导师就请萧敬腾老师，喂，你帮羽泉老师挑歌。真的啊？你是最帅的，我告诉你，天下最帅的。舞台上姐姐都不在了，我告诉你，我们都不在了，就是你。来吧，萧敬腾老师，你为羽泉老师挑选的歌曲是《冬天里的一方》。好。但我觉得也许值得期待，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老师他们最爱玩的就是改编，我想听到这首歌。好，萧敬腾老师为羽泉老师选定《冬天里的一把火》。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个声音出场。见我心中，谁将柔情
呀，那是你亲弟弟吧？看看，看看你们老师都已经兴奋成什么样子。老师们好，大家好，我叫赵俊，今年26岁，来自河北石家庄，现在是一名声乐老师，谢谢大家。哦，哇，真的唱得非常的让大家兴奋啊！你今天为什么来参加这节目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呢不是首先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对，然后我老婆，哎，我老婆看到，我老婆看到这个节目，然后说，她说她叫我胖哥，她说胖哥你适合这个节目，你这您太太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对，就算是为她战斗一回，为她战斗一回，对。结婚多久了？啊，五一，今年的五一。啊，新婚快乐！啊，我还是挺紧张的，华少哥。现在，哎，没事没事，新婚都紧张。嗯啊。他出来唱的时候有点跟老肖好像啊，对吧？特别是一出来的时候，自己夹着。Come on。我觉得你真的太适合萧敬腾的音乐风格了，真凶，真的，最后希望不要跳到我。我特别喜欢萧老师的歌，你心里有答案吗？当我知道了几位老师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有一个答案，就早就定好了。我心里是想挑战。挑战羽泉老师，甚至我连歌都选好了。哎，我听出来，但是、哎，后面有但是，啊，很重要，对对对。按照中文的结构，他肯定有但是了。我媳妇儿总说语言是门艺术，你媳妇儿是对的。在我们家呢，我说了不算。啊，于是老婆说，我老婆是。肖老师的铁粉，肖老师，别急别急，谁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但是呢，我准备好了，来吧，真的吗？真的。赵俊，在五组导师中，你最想讨教的导师是？我要挑战的导师是萧敬腾老师，就是你，看他那坚毅的眼神。待会儿见。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老萧的华为金曲榜候选歌单。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眼。我们来看第二首，这个还好了，这应该没有问题嘛。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第三首候选歌，请看。哦，这个太新了，这个歌。这个有期待，这个会期待。对，这是一战成名的歌曲。对，一战成名。这首你可能会被我打得很惨。哎，对。开玩笑，来第四首。哇，爱不尽。就像两只爱的你，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那现在我们找一个人帮萧敬腾老师来挑歌好了。这个大家都面面相觑，有点尴尬哈。我们就这个。林师傅，这一轮就交给你吧。哎，老林啊，老林，老肖，你好帅啊！没有越看越帅。我真的觉得你遇到高手。我不否认，他确实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所有选手里面最厉害的，真的。但我觉得你没在怕。你自己有没有心仪的歌？哇！我要你，我就直通了他。我的快歌都很强，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唱爱的主打歌的话，大家会很享受。我看你的表情不太对。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我个人觉得该是老萧出感性牌的时候了。所以选择的歌曲是，所以选择的歌曲是老鼠爱大米，爱的主打歌，只要不是四，只要不是四，老鼠爱大米也可以很浪漫的，对吧？你真的啊，跟你闹的，我觉得他应该要唱张学的曲，我真的受伤了。现在。老师准备挑战歌曲三小时倒计时开始。哇，我现在满脑子在春天了，快春天春天春天。80年代 disco， 但是这歌也太熟了，就是没有人不会的歌，其实最难。期待他们的演出，对，因为我又不用唱了。耶、yeah, ！今天没有我的事了，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了。耶、yeah! ！浮夸呀我。Test 1 2 1 2。好，我是特派主持人，好，自己摄影自己主持。哦，这光线不行啦，女明星要这个光线才可以。我是特派员，我要来看看。你今天不用唱，你就这样。对，我好轻松，我怎么办？我好轻松哎，我好轻松哎。你也太轻松了吧？还唱起歌来。啊，电话响起了。这首歌你很熟。你真的，我唱过一次，要不要我教你？你教我。我又来了。你教我，你教我。电又响起了，哒哒哒哒哒，融化了。这个变太高了。干扰我，就是希望这独处的空间可以再多一点点，好不好？接姐，接姐，我们走。哎，你今天到底会不会想唱？其实我还蛮想唱。想唱吗？还蛮想唱。想唱，那就是故意害他们这样吗？对。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帮你一把，我就推你一把。推我是。挑战他，挑战他，你就可以唱了。这只是我们的阴谋，就是。要不要？要不要去处理一组？我去整理一下那个羽泉老师。我就来捣乱羽泉好了。哎 ，Hello， 又又是要来按摩了？我又来借你们的按摩椅了。请不必，我可以陪你啊。舒眠。嗯哼。哦。嚯嚯。啊，屁股。哇，边按摩边听 live 的音乐，这是一种享受。我们两个还要讨论些问题。什么问题你说呢？你好意思？什么问题你说呢？我听出来他要赶你走的感觉。欢迎董俊上场。
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一口江水唱一支老歌，叹那袅袅炊烟无破碎。一冬夜菊插在你酒窝，酿出流浪织女的传说。一树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心才了解未来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一次成功有一次坎坷，才懂得多给你生成的快乐。有请羽泉老师和董俊交换舞台。哎，加油！一把火，一把火，期待你们的一把火，两把火，怎么样？哦，压力好大的。哦。啊，来，压力好大。啊。他这一首跟第一首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很意外。没有啊，我现在特别的替羽泉老师捏一把汗，虽然我是他们的助理。回到我们歌曲的速度里，对，太强。董俊这首歌的内在是有感情的，这种思乡的呀，这种乡土之情，其实他有情绪有感情在里面，就他在热闹同时又多了一些感情情怀在里面。这种情怀其实羽泉写这首歌的时候就存在的，但反而他把这首歌调动出来了，同时完成得很好，那羽泉真的有了危险。虽然羽泉穿得又红又绿的，好像很乡村，他们好像已经准备就绪了，让这个舞台迎接他接下来的主人羽泉登场。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像那一把火，汹涌火焰温暖了我。
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在什么冬天立了一把火，炽成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像那一把火，用那温暖照亮了我。我虽然很幸运却没对让他们喘喘啊，毕竟可能很久没有那么跳动过了啊。这霹雳舞是哪一年练的？88年、89年，那个是老肖2岁的时候。对，真的。今天羽泉老师让我惊讶，不管是舞歌声，还有他那个整个编曲编排声音的和声，太美了。这场较量没有胜负，但是一样会给他们做专业的点评。现在我们请助力团的各位老师就董军刚刚向羽泉发起的讨教，各位请开始合影。音乐助力团的各位，合影时间到。我想给董军发出一个邀请，因为的确我们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会有一场演唱会，叫做《树新风》，在12月24号。所以不管今天结果怎样，希望你在那场演唱会上唱唱刚才那首歌，好不好？对，希望你必须去那场演唱，好不好？哇！对，太棒了！真的，这是拉钩上吊，反正这两年不变，这两年不变。董军，别哭呀，别哭，好事儿。嗯，对，好事，好事。你要实在不愿意就算了。不，加油！因为我真的真心想感谢董军，为什么连我都有点想哭啊？他选择这首歌让我们自己很感动。对，因为很多的创作并不是有更多人能关注到的。对，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歌，可能很多人就只唱那几首，很遗憾。对，而且这首歌里面所谓的知音，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他人在贴近你那种感觉。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们的小知音啊，谢谢。因为我哭是因为我已经2-3年没有回家了，因为我家里人很不支持我这样，他们非常传统。然后我其实归园田居是我特别想要的一种生活。其实前一句后一句，我和编曲老师我们说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家。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机会能证明自己，让家里人能承认我。真的，玉泉老师刚才那个机会，真的，我们最诚心的邀请。要，谢谢老师。一定啊，那一天一定把家里人也请到羽泉的《树新风》的演唱会上，好不好？谢谢老师。然后那首歌里面最后一句歌词，你放心，永远没错，就是故乡是永远给我们原谅的胸怀，你放心。对，加油。谢谢老师们，谢谢。你看，我们又促成了一桩很棒的音乐缘分啊，在羽泉的《树新风》。
现在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助力团的合议建议，请问你们最后的意见是？经过了我们的助力团的合议，最终认为，董俊暂时可能没有办法向下一位老师来讨教，但是今天晚上你精彩的表演，我们全部都看到了，谢谢你。让我们为他猛烈的鼓一次掌，好吗？所有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我们自己演唱会上见哈。我们记住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叫董俊，为她在《数星梦》演唱会上的精彩表现，咱们先预祝的掌声送给她好吗？加油，董俊加油！谢谢老师，加油，加油。接下来，这里将成为赵俊向萧敬腾老师讨教的舞台。到目前为止，萧师傅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赞。这一次，你觉得跟前两次相比，如何？这次的策略不太一样。别说吧，别说，策略不太一样。没有，我只是说大方向。对，先讲点大方向。策略不太一样。大方向。对，给大家这些惊喜的方式。我相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哥，听弟的，别好，别说了。哦，好。他希望大家就是有那个放松，期待那一刻的惊喜。对。OK，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场到目前为止《梦想的声音》最强的挑战者，欢迎赵俊。
喂，厉害厉害厉害！哎，这兄已经被吓得北京瘫了。哇！老肖现在是很矛盾的时刻，刚刚从自己的作品里面那么嗨的出来以后，发现完了。啊，很棒，真的很棒，希望待会儿我可以比你棒。尤其是，我还是觉得我帮你挑对歌了，因为无论如何，你的诠释一定没办法比较的，它是不同的风格的东西，所以你就不用去想那个比较的感觉，你就是好好的唱这首歌，我相信你就会有帮助吗，老师？你一定可以掌握的。我觉得你不用听他的。你唱成什么样，他是肯定就过了。我觉得。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唱成什么样，他都会过的。所以你只需要拿出你的威力，让大家看看他这个。我很好。我很好，大家不用担心我。人家来鼓励你，弄得我跟的好像。不，我知道，谢谢哥，谢谢哥。我非常感谢赵俊今天选我这首歌，很棒，而且你诠释的非常好。但是看完我的表演，好不好？来，赵俊、萧敬腾，交换舞台。我出发了。我对你有信心。出发。赵俊呢，其实唱这个歌有天然的优势，太太在现场，每次一唱歌的时候，一个眼神就好像撒了一把狗粮一样啊。他不仅歌唱得好，还很幸福，真的是让人非常羡慕啊。嗯，赵俊，我就想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怪物啊？唱得那么好，谢谢你，谢谢。所以我很祈求你，如果你有机会，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做歌手。如果发片，我真的觉得你完全已经具备了发片歌手的实力。老肖不愿意从那个洞里现在钻出来。也得谢谢我们的音响师，其实每一次 live 的演出，所那么多乐器，其实需要很棒的投入和技巧。对，钢琴不好调的，这很酷啊！把这个钢琴的外衣扒掉，大家一会儿看到那个上面很多键子像打字机一样飞奔。对，很帅，很帅的。对，让我们欢迎导师萧敬腾。萧敬腾加油！对不起，这边的朋友背对你们了。哇！灯光也暗了，音乐的声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
天光熄灭了，音乐低声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心真的受伤了。谢谢萧敬腾，我被老萧感动了，谢谢。我没有想到他会搬上这样的一个钢琴，然后我也没想到他会选择背对着我们。我看了他唱了，我终于懂为什么了，因为他希望他可以用他的歌声感动我们所有人。谢谢萧敬腾。我就觉得你更帅了，老萧。真的，一架钢琴，然后他就很深情的在唱歌。你知道，作为女生来讲，会有一点的滋滋滋滋，会有点想爱上的感觉。对，来吧，没关系。我想说，我们两个人今天是很有幸啊，就像忽然有机会去赶上武林之巅的
决斗的感觉，但是呢其实你又分不出来胜负，因为他们的他们所拥有的这种能量啊，很多东西都不是是用技巧来形容了。是的，当然技巧是超高的，都是超高级的。谢谢老师。赵俊拿上了麦克风，你就立刻开了自己的万人演唱会。然后我觉得敬腾是完全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明星，可是他受伤了，没有开灯，就自己一个人自弹自唱，一个把我们带上了演唱会的舞台素人，一个是大明星把我们带进了他家，带进了他的心里。我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我觉得都太厉害了。谢谢老师。谢谢易斌老师，确实非常的过瘾啊。我想看看那张纸，这是歌词啊。这是歌词啊。我的歌词，对对对，因为我背对着那个荧幕嘛。对，但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也比较配那个钢琴嘛，因为那个钢琴的壳我们全拆了，没办法放谱架。我这真的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哦。不臭哦，你闻闻看。啊啊，不用不用不用，客气客气。你闻闻看，你闻闻看。哎，对哦，对吧？为什么呢？肖老师能送给我吗？可以啊，你要的话我送你。我去送给他。哦，真的吗？老肖的这个表演艺术造诣非常高的一个像一个电影一样在舞台上面的呈现，就是完美到我觉得从他第一个钢琴键按下去我就已经疯了。我觉得赵俊今天是在做加法，就是他把整场的气氛燃烧到一个点。对，我非常喜欢他演唱的忘我的那个状态，很棒。对，他的身体对音乐的捕捉的敏感还有他的反应，我觉得那是自己作为歌手很想去学习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今天肖兄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的表演。谢谢谢谢。请你们做出决定。考教不分胜负，但一样我们要请音乐助力团的各位合议并给我们最终的建议。音乐助力团的各位，合议时间到。那么请问你们最终的合议结果，最后的建议是？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有点艰难。我们刚才都看老肖的表演，老肖以柔克刚，非常的让这个舞台具有打动人心的一个整个的气场。但是我们也更多人也觉得，我们对于赵俊也是非常欣赏，他是我们这舞台从未见过的真正具有超强能力的素人。他这首歌的表现其实更超越了上一首的控制力和表现能力。所以呢，我们经过所有人的合议，同时也参考了观众的现在意见，做出以下的一个决定。赵俊，恭喜你通过了我们的考验。现在你有机会选择了，如果你继续呢，你就可以向下一位导师讨教。当然 我感觉没这个必要了吧。如果又成功了，在演唱会上他们会给你更多的帮助的。但如果你选择到此为止，那么你到目前就可以拿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你可以上台歌唱。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如果你选择继续向一位导师讨教的话，万一下一轮你没有如愿以偿，那么现在获得的演唱会门票也会被收回，这就是通向梦想的代价。你好好想吧，我帮你拿给你太太，好吧？对啊，啊，你先赶紧送过去喽。对啊，你好好想。我这个是，送给赵俊的，那暂时先放在你这边保管，希望你可以帮他好好收着。道具很棒。现在呢，老肖是轻松了啊！你看台上都没太高兴的，因为台上都想着赵俊要挑谁呢？我觉得以他的实力，他已经是属于这个万人演唱会的舞台了。对。那今天要不要挑战？我觉得完全应该是看你自己的意愿，然后也希望你往旁边看一眼是什么意思？没有，我看看他们的反应，对不对？看看我说的话有没有影响到你。我选你哦。没有啊，选。我们的眼神都是选你哦。
那还是不要挑战好了。你心里有答案了吗？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放弃这个机会。你是说不再继续选择老师了？对。你上大舞台有10000人在看，但你再唱一首，哪怕扔到网上，也可能多500万人看，这是层次绝对不一样的。你要想这样一点，对不对？男人不能怂啊！赵俊，来吧，挑吧。什么？一定有歌你可以改编的，不用担心。先挑人吧。先挑人。要不要跟老婆商量一下？好，你看你老婆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认真过。我去跟她商量一下。好，好，当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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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赵俊，请问，两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答案了吗？嗯，没有。分歧点在哪儿呢？老师们的歌都很优秀，我们要去选一个要适合我去做对改编，所以我们在纠结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当人多了成本的时候，自然选择就会增加负担。每一样都是有机会的。也许对歌者来讲，一次在万人演唱会的体验和录影棚内的现场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一件事情。摄像机后你可以想象每一台机器都有至少1000万观众，但是今天毕竟只有300人。也许他跟他太太来的时候是希望我还要再挑战，来的时候是希望我还要再挑战。好，决定了。决定了。好好，有名字了。看到这张有杀气的脸了吗？我是紧张，华少哥。没事没事，开玩笑，这张得放松一点。就让你紧张。我准备好了。你选择的导师的名字，10秒倒计时，10、9、8、7、6、5、4、3、2、1。我选择 JJ 林俊杰老师。我选择 JJ 林俊杰老师。JJ 林俊杰老师第二次在第二轮出场。那规则，赵俊将可以任意选择一首 JJ 老师的歌曲，而 JJ 要在我们的华为金曲榜里面选择歌曲。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华为金曲榜为 JJ 准备了什么。太刺激了吧。啊，来吧。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华为金曲榜。好了， JJ 到选歌的时间了。不是你选。哦。这一轮我们请咱们让羽泉来挑吧。哦，这个完了，这俩一下懵了。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几首歌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但是的确有些作品是连最近听都没听到了，被翻唱的可能性也很少。我们两个人一直本着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曾经发光的作品然后还有机会重整旗鼓再发光。那就来唱一首情书吧。No, 他这是套路，我们不会中招的啊。刚才说了，就沿着我们的思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啊。我们希望他唱的是一首可能想象空间更大的《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好，林俊杰选定《你是我的唯一》。在这个舞台上，等一会儿要发生的就是林俊杰和赵俊的第二轮老将。哦，我会加油。现在是导师的准备时间。倒计时开始。
哎，怎么会中了一个魔咒一样？你永远是二挑被挑到，所以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零二，对不对？你先不要开玩笑，我先不开玩笑，不开玩笑，我要赶快去听歌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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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有信心，对不对？一个小时，赶快！在倒计时啊！你看这时间。算了，不要玩这种。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需要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歌，所以我想要把它改成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我这样子，我的声音可以更衬托一些。啊，算了，每次都这样，一定要这样，不行不行，要 hold 住，要 hold 住。现在我有点头晕了，有点头痛到有点歇斯底里了。林俊杰老师已经换上了战袍啊，赵俊也准备得不错，以他的水准，老萧您对他有信心吗？其实他唱情歌我蛮紧张，因为他的招式很多，我怕他会在情歌里面太花俏的去应用他，如果他没有拿捏好的话会是危险。对，这算是上场前对他的一个嘱托。没错没错。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赵俊。加油加油。这注定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点。
赐予你。我好感动，我真的好感动。这么短的时间，我好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舞台上，赵俊已经唱了3首歌了，但他每一次唱完歌之后，他一定会面朝他太太所在的方向。现在，我们要请他要讨教的导师林俊杰先生，双方交换舞台。自己的歌这样子被唱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这首歌曲是我少数歌里面自己作词的，我被他感动了，因为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夫妻这样子，像一对夫妻这样子，我觉得我好羡慕他们，我好感动，太厉害了，太棒了，哇塞，那么短的时间，对，我觉得他刚才用生命在唱歌，哦，这个感觉真好。太精彩，节目太精彩，超乎想象，可以不要坐在这边，坐观众席上那个好不好？不行，因为他这一轮也许还要再挑的，那个座位上必须要有人。我先走了。我觉得我要达到我更大的任务跟目的，而不是因为这紧张而被压力打倒，我一定要透明的把这首歌曲的对我来说的含义表达出来。现在大家看到 JJ 好像为了这一次也下了大功夫了，真的就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大师 Kenzie 老师，欢迎各位老师。老师好，欢迎导师林俊杰。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
只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个天气，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我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个天气，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哦，爱不爱不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爱你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我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乐手老师们，谢谢，辛苦了。谢谢，也把掌声送给所有的乐手老师们，谢谢你们来，谢谢。你是我的唯一，你也，你以前唱过吗？念书的时候。很久没唱了。很久很久没唱，但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确非常的美啊，就像那个年代的华人流行音乐。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一股清泉。当时好像很流行这样的作词的方法，从一个场景开始，想给你写一封信，聊聊昨天的电影，都是很质朴、很直接的这种告白。但音乐确实很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你是我的唯一》，它的作者和演唱者巫启贤，他是新谣的领军人物之一。这首歌其实最适合的方式就是民谣。其实今天林俊杰是做了一个减法，把这首歌置于最适合这首歌表达的场景。谢谢，专业。我觉得 JJ 还是非常的稳定，很厉害。我如果能够像他一样这么稳定的话，那就好了。你也很稳定啊。对，没有，我很紧张，我手都在抖了。你说我现在心情感觉稳定是吧？没有，你刚刚在台上，我觉得很稳。还是紧张啊。但我觉得跟我比起来，我比较紧张。我看不到，因为你背对着我。赵俊他的太太在现场，其实我完全感受到那个烈焰，爱得很浓烈。然后我觉得 JJ 的这一首歌的曲风，然后编曲诠释得非常完美。谢谢。我的直觉还是觉得 JJ 的比较让我喜欢。谢谢。我可以说吗？当然，我这个忍了很久，我刚刚坐在那里，我已经没有在想自己了，我已经没有在想我待会儿要唱什么歌或者什么歌词，我完全被你的诚恳，你对于这个舞台，你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你对于你老婆的爱，我真的被打动了，我很羡慕你们这么真情，互相的鼓励扶持，
然后也能够把这个真情放到我这首歌里面。也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这首歌有了新的生命。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那样子的冲动，但你把这首歌带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听赵俊唱歌他给我唱哭了，然后我觉得感动我的是一首特别赞的歌，然后在特别对的时间里面由特别该唱和唱得那么好的歌手去演绎，他就是恰当好处。那一刻反正我强忍都没忍住，最后你转身冲着你老婆唱的时候，那一下我就哗就彻底就有。我之前做任何的节目也很少就是被一首歌搞得冲动到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绪，而今天发生了三次都是因为这一个人，我觉得很惊叹。对，就是很希望那个赵俊可以再有什么样的演出，现在跟之前一样。刚刚赵俊和林俊杰的这一轮讨教，音乐助理团的各位请开始合影。合议时间到，你们的合议的最终建议会是？综合现场观众还有我们音乐助力团大家的讨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选择。但因为两个人的表演呢，都深深的打动我们，真的都很棒。姐姐，我要跟你说，你真的不容易，我没想到钢琴弹得好，吉他也弹得这么好。然后整个的表演让我们觉得非常舒服，然后非常的有深度，虽然很简单。但赵俊呢，真的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惊艳，我们真的觉得赵俊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你的表演也真的是那个深情，真的是在舞台上这样展露无遗。所以今天我们当然两位表演都很棒。那么请问你们最终的合议结果，最后的建议是？那么请问你们最终的合议结果，最后的建议是？恭喜你赵俊又经过我们的考验，恭喜你赵俊又经过我们的考验。华为手机梦想的声音出现了第一个第二轮讨教老师成功的挑战者。这一刻更应该为所有的导师们，为真的发现好的新的声音鼓掌，为 JJ 和所有老师们鼓掌好吗？ JJ 很棒。 JJ 老师请您先回座，谢谢。我觉得很难遇到真正在这样的大的舞台这么用生命在唱一首歌的人。很多人在辅导说什么灵魂歌手，这个歌手那歌手，我觉得都是瞎扯。但这样真是用灵魂唱歌的人。其实这也是有的时候是遗珠的魅力，就是当这些有才华的歌手之前他没有机会有舞台去展示的时候，他对每一次表演用生命歌唱的程度可能比我们这些有机会常登舞台的人要炽烈得多。好，哎，那个总导演拿纸来了。导演刚才后台自己哭了一会儿。蒋导辛苦了。导演辛苦。现在我们所有人冷静一下，因为确实连续逃教了两轮，接下来的选择对赵俊来说也会特别困难，所以我们也给赵俊一点时间，待会儿再告诉我们答案。接下来要上场挑战的是彭松杰，而他要讨教的对象是阿妹老师。哇哦，春天里啊，来了，来，彭松杰出场，请。
展现的那个，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怎么适合黑色笑颜凋零，雪白眼泪凋零，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凋零，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曾经唱过的歌，分享过的笑声，在心中不断的张惠妹老师，请起立，与彭松杰交换舞台。哇哦，好辣，漂亮。这个腿，哇哦！帅。帅，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糖，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你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你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
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怎么样，梅姐，唱完了轻松点吗？轻松了。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很嘶吼的。那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像这首歌如果是用女生的方式去诠释，好像有另外一种味道。对。所以中间略微的调整了一些歌词，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她还没有抹去胡须等等啊。对对对，不然就变成我。对对对。有胡须。讨教不分胜负，但一样我们要请音乐助力团的各位开始合议，并给我们最终的建议。各位请开始合议。各位合议时间到，请问刚刚这一轮讨教各位合议的最终意见是，收集了这个我们现场观众的一个意见，以及我们的助力团的一个合议。彭松杰在这轮演唱当中非常的出色，但是相比我们梅姐的这个春天里来说，你只能在这个舞台上停止你继续的讨教。啊，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加油，能够回到这个舞台上来，谢谢。第一次表演就能够站上这样的舞台，就像在做梦一样，然后更没想到的是还能跟阿美老师同台，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谢谢松杰，让我们再为他喊个加油吧。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松杰。让我们掌声有请赵俊再次来到舞台上。现在呢，赵俊，
接下来是今晚的下一次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往前，再从目前与你尚未进行过切磋的 Hebe 老师、阿妹老师和羽泉老师当中挑选一位，也可以选择到此为止。你的选择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要继续前进。对，我要继续前进。好，牛逼！男人，这一次两口子完全没有任何疑义，意志坚定。接下来将会是赵俊的第三轮挑战，加油！咱们不卖关子了，告诉我，你心里有答案吗？我有答案。有答案了，对吗？非常好，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第三轮，赵俊的选择是。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音乐互动圆梦节目华为手机梦想的声音。赵俊的选择是。不着急。哎呦，你鉴于目前已经是凌晨3:20了。真的假的？真的，现在已经3:20了，因为赵俊很难得可以上台表演啊，导师们也是一样，希望拿出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到此先封盘。赵俊吗？让我们掌声欢迎赵俊回到主舞台，请选择你的第三组讨教导师。我想尿尿。大魔王，我紧张到不知道紧张是什么了。我很抱歉。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参与梦想的声音话题互动，感谢爱奇艺、QQ 音乐、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腾讯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登录爱奇艺、QQ 音乐、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网、搜狐视频、乐视、PPTV、风行、暴风影音、酷六了解节目的相关资讯。下载人民日报、网易、腾讯新闻、搜狐、新浪客户端、Zaker360浏览器、兴趣部落、界面、百度百科、全民星探等平台。